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前不久听别人说，现在的婚姻基本是正大光明的买卖。这句话虽然说的极端，却是一个社会现象。当然，这并非真正的买卖，毕竟在我国买卖婚姻是违法的。可是你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新娘是可以正大光明买的吗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，这个地方就是保加利亚的旧扎格拉市。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拥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。这里以笔直的街道、椴树和诗人闻名于世。当然，最吸引男同胞的估计还是新娘集市。当然，人家也不是霸权买卖，前提是男女双方对眼，谈得来。据说吉普赛人都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，避免女子受到诱惑，并保证他们是处女，在15岁或更小就被采取隔离政策。年轻人不允许与异性接触，唯一打破这种隔离的是1年4次的新娘集市。当这个日子来临，女孩子穿着打扮精致，即使不能结婚的女孩子也刷着睫毛膏，戴着华丽珠宝，男孩则穿紧身牛仔裤、显露肌肉的衬衫，来到这个简朴杂乱的新娘市场。当地青年根据自家财务状况以及新娘的优劣进行权衡，而少女们则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的同时，还能给自己的未来生活提供强大经济保障，抱着各自目的找寻自己的猎物。当然，有些女孩还通过唱歌跳舞来吸引心仪的男孩。通常两人一旦聊得热火朝天，父母们就会开始谈价钱，一般在2800至3500美元之间，是不是很实惠？当然，那些漂亮的价格会更高一点。虽然现在这种观念得到了改善，可是这种形式更多像个传统节日被保留下来。这样的地方你想去吗？接下来让我们脑补一下，如果中国有这样一个集市，大家觉得一个新娘能卖多少钱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